12月30日，小猪罗志祥和曾凯旋一起在台北为自己的新歌《搞笑》拍摄 MV。小猪和曾凯旋也培养出了很好的友谊，小猪答应会留一套 DVD 给曾凯旋，并在镜头前和凯旋抱抱以示感谢。他会送给他，然后我还现在 DVD 还没给他，我会一并录影存证哦，我会一并送给他。嗯，对，谢谢你，谢谢。